Hello， 大家下午好，今天我们要来到清吧。刚刚去看了小胖他们直播卖那个羽绒服的，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家纺那被子吧，然后我们去看一下，今天来了很多新款，等一下我们去叫杰哥带我们去看一下，让我们去看一下哈，带你们去看一下更多的羽，更多的新款来了哦，春天的家人们。谁想换新被子就来了啊！来带你去看更多的款式。滚缎的啊，这个是滚缎提花加200万针刺绣，60床绒棉。这个好看啊！嗯，我们很多婚庆里面都用这种产品。它这个有其他颜色吗？有，这个、有三个色。你别说这个。它虽然不是大红色，但是也感觉蛮喜庆的。对，很喜庆的。它这个颜色够亮，很鲜，这个颜色很鲜。对 ，B 版的。这个也是一个四件套啊。四件套。哦，这个被子它是。这里面放的就是大豆被。大豆被啊。然后就是，这个已经是连大豆被一起的。不是，卖是卖四件套，我为了铺床效果好，所以说换了被子的。哦，对，不然铺床效果不好看。真的这个颜色好，而且它这个有这个花色。哎，这个就里面这个是刺绣，对，这里面就是提花呢，这里面蝴蝶的提花，破茧重叠。嗯，这手感啊。反面是一种 B 版，是一种香槟色，非常高级的香槟色。我跟你说，啥都不说，这是杰哥的，他的所有的面料，不管你怎么摸。你不管是以前的冬的也好，现在的夏春夏款也好，我跟你说，它不会说刺你的手、扎你的手，它不会让人觉得像起茧一样，对吧？对的，亲肤性好，像我们的手那么粗糙，摸进去都是很舒服、很柔软的。很柔软。我们每一款产品都是这样的，就是给我们做中高端的话，都是这种品的要求。我们很多产品都是走线下门店的，所以说我们对产品的要求都是很高的。像那种很差的货，拿回去自己都不用的，卖给消费者没有意义。对对，价格再便宜没有意义。对，你人家买一次都怕了那种，没有。对，一两百块钱一个东西，其实钱不多也不少，但是你吃顿早饭或者吃顿饭，可能100-200块就花了。但是你买一床被子，能一个夏天，能一个冬天，所以是非常划算的。对对，一辈子可以盖到一辈子。就是你看这种四件套，包括这个枕头的这种刺绣、这种工艺啊、这种编啊，它这都是做的很好。对吧？对，你看它那个在工艺，它这种走线呢、都是很好，很流畅的。对，然后还有很多款，是吧？看一看我们这款极棉的下背，非常柔软。极棉下背，就是非常柔软的水洗的，不看了，这样这边带绣花的。哇，这个其实为什么每一个都好看呢？看这款，哇，这个是鹿角啊，一路有你的一个珊瑚的一个鹿角，对，这有两个色。一个是用蓝，还有一个这个粉色，这花色做得好。对，那这个是极棉绣花下背。来，等一下，二嫂给你们介绍还有更多更多的款啊。这个规格是两米乘两米三，两米三，对，正常规格，对，是吧？这在我们门店里面就要卖到400-500块钱一床。这个要啊，线下门店真的要啊，就是因为以前我们也经常去外面的那种线下去买门店去买的。我们这款下背做的一个宽边的一个设计，哦，这跟这款是一样的，就是一样的颜色不同，这个颜色好看。就是，再跟大家说一下啊，下背呢，它就是这么薄的啊。对。下背它就是这么薄的啊，就是。我跟你们说，不要有之前，因为之前我第一场直播的时候，有一个朋友他说，二哥，我买你的四件套，第一次就翻车了，那么薄，他不知道四件套里面是要放背心的，背心的，所以有些东西尽量是跟大家说清楚。对，夏天的被子肯定就是比冬天的薄，是不是？要薄很多，因为夏天热嘛。对，因为这种可以拿来做。它等于说对一个空调被一样，就是空调被。对，然后这是粉红粉色，这是一个粉色，对，少女粉，少女粉。我是喜欢这种颜色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家选用的色就是你看的时间长，不管你看多久，它都不会觉得特别艳，特别不想看。对，所以越看越耐看。我们家用长在家里用的话，就是图一个睡眠的舒适，就把它看得舒服。对，肯定谁买东西都是看得舒服，是吧？
所以我们家的配色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就是盖着啊、哦，盖着的，就是也是之前我们自己下单的啊、嗯，那些真的是很舒服，很舒服哈、哦。对，我乐乐晚天天晚上老人那一个枕头啊，是盖那个被子，但是他我是用那个枕头套给他套他自己的枕头，啊、他也要搂着，是吧？真的。其实我们很多家人们跟二哥应该是一样体验，买过我们家很多床品，应该都是这样体验。哎呀，体验感很好。其实去看我的评论区，就是我每一次出家访的评论区就知道了。对。对吧？那种东西是，不是我自己说的了？是。就是用户的，就是我们粉丝、我们家人们他体验过的感觉。对对对。我为什么再好能用人家？粉丝们买回去的感觉好了，才能做出来的那种才是真的好。那就是口碑，是、啊、真正的口碑。我们家产品就是好而不贵，就这样子、嗯。但是不能跟市面上那种很差低端的货去比较我们的这个价格，你得同等质量的情况下比较价格，绝对是有优势。人家说的一分钱一分货。咱们还有没有其他事件看？再给大家看这边还有很多家人们说要有裸模的四件套，孕妇裸四件套，我们今天带了新款过来的。新款哇，这个亮橙色非常的大气，你看它光的感觉非常强。这个也好柔软。嗯，非常柔软。我们家每一款产品都做的超柔的一个学习工艺。我先放这里吧。这个颜色更亮。亮橙色啊，亮橙色，看着就是让人非常的一个舒适。看这个亮橙色。哦，这个跟那种天花板级别的孕妇绒差不多了。对，婴儿绒，这是婴儿绒，天花板的婴儿绒，可能有些家人们可能还需要。这种产品就在你现在反这个季节，你去中大门店买，你这个原来要2000多块钱，你现在肯定要1000把块钱才买到这种孕妇绒，就算你要再次降价都要。那我们的价格对于羊绒产业价格还是非常便宜的哈，全部带重工刺绣，上面的绒都是短筒的毛绒，非常舒适，一拍一个巴掌响。来吧。近距离感受一下，来，就是它的柔软度啊，对，这不是吹出来的啊，来吧，这是不是我的一个手一个印子，抹过的印子？是的。来，这是不是又是一条新的印子？你再抹过来，是不是又一条新的印子？我没有用力的吧？巴掌印的在这里。我真的没有用力的吧？啊，这个东西啊。你用力，你印的东西，你哪怕用力，你也抹不出这种效果。非常舒适的哈，非常舒适，你用过就知道哈，用过。它的每一根走线都是非常的这个均等的，每一根的走线。然后咱们哦，就是来我开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拉链是吧？对，拉链在背尾。对，我们里面的背角扣要给大家看一下。对，双拉链这个东西让大家更加放心。双拉链头。背脚带必须是有背脚扣，都有背脚带，固定背心的，对，不然背心容易跑。对，固定背心之后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就不用担心它跑背跑棉。是。那个背心它是绝对不会跑的，它不会从这头到那头，那头到这头。以前不会的。以前我记得我们十几年前干的那种，它是没有这种的。对。对吧？就是现在最近这几年，它就有这个，来，每个脚都有啊，刚才那个脚有，现在这个脚也有，这个就是比较。更加的就是方便啊，给力，最给力的就是我喜欢这个枕头。我们还有小孩的这种枕头，专门是因为这种枕芯，这个是100%的一个本色面料，全棉花做的。这个跟之前的那个原棉枕啊，德国黑科技那个是不同的。不同的。对，所以它这个颜色就是你看跟真正的棉花是一样的。真正棉花上面有一点这种黑色的这种点，这个是不是说霉斑，不是脏斑，它是我们的棉花梗。嗯，棉花梗就是棉花直接做成这种老的这种棉布做出来这种效果，可以机洗完了直接可以小孩子水，婴幼儿就可以使用。对，机洗是一个低枕，机洗原生态是原生态的，是吧？就是这种枕芯在其他地方几乎买不到，是我们专门机洗手洗都是可以的，是吧？对，你可以局部清洗手洗都没问题，洗个几次。来，我乐乐，但你不要天天去洗啊，这种纤维枕不建议天天去洗。对，脏了才洗，不脏的话才洗，不要经常洗。这种枕芯的话，就我能够确认，就是在其他地方你买不到，是我们为了很多家长需要说小孩比较多，小孩多的话他需要一个小孩的枕芯，那这种枕芯就专门给大家做的。对，老两位，你要他说，非常软，很软。它也是跟原先我们那种原棉大豆枕是一样的，一秒回弹，一秒回弹。都是 A 类的，都是 A 类的贴肤的。所以说小孩子睡着他不会说我不舒服，会太硬了，怎么样啊？我翻过来他这边又硬了，又压不下去。他这个不会啊，他就真的是，你看一下，来，对吧？
哎呀，这种感觉，你这样试这种感觉就知道它软不软了。啊、对，还带的新品，新品的都是枕头，一枕两用，一枕三用。这属于是子母被。子母枕。子母枕。子母枕。也有子母被。有人会说，酒店里喜欢这种高枕，有这种睡的包裹感的这种枕芯，那你合起来就是这样的。如果说你拆开来，就两个枕头。对。拆下来是两个枕芯，就是你睡高也可以，对，你想睡矮的它也可以，拆下来这样子，两个枕，然后两个枕头还可以分体，啊，拉链拉个头就可以做分体了，夫妻枕，啊，这样就分体了，对吧？就变成两个枕的，两个低枕，然后这中间这一片棉是做的一个我们的航棉，里面夹棉的，嗯，然后中间再充我们的纤维，充的我们的进口纤维，这个枕芯就是。做了大家满足不同的需求，对，就有人买一个枕头，有的时候睡高了不行，睡低了不行，那你自己调配。对，对，面料带抗菌的，德国科恩氏抗菌技术面料，百分之百聚酯纤维，面料是聚酯纤维的，啊、做的抗菌技术。嗯，然后这个是就要跟大家说，这个是可以洗的吗？对，这种枕芯的话，你洗个几回没问题。嗯，但是这种枕芯不建议天天洗。嗯，我们有一款可以天天洗的枕芯。嗯，对。因为我得跟大家说清楚，这个对，必须是跟大家说清楚，清楚对吧？这个是一对啊，就是说放床头的话，两夫妻睡，就是你想挨得近一点睡，就不要拆开。对，你想我，比如说像我打呼噜或者别人打呼噜啊那种，然后你就，哎，我不想跟你睡那么近，哎，来远一点，它也可以。对，我们还有单被套，对，嗯、还有单被套，单被套是吧？对，我们很多家人们说要单被套，这次专门给大家看吧。我们还有磨毛，嗯，对不对？磨毛的话。单被套，哇，来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单被套，就是应上次我们很多家人的需求，说有没有单被套，就小孩马上开学了，这个大学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单被套，是专门给大家开发的，一般单品在很多地方买不了。也这个这种款式就有一点像类似于卡通啊、哦，对，卡通类的，就是给小孩，但是家里也能用啊，我们这个正常家用也没问题的。这是单被套，对，意思是说，我在学校的话就不需要四件套的，对，对吧？咱们就可以要这个单被套，就是更加划算一点，更加实惠一点。是单被套有两个规格，一米五两米跟两米两米三，这两个规格。上下铺的那一种单人床的那种也有，也有，对吧？那规格的也有，对，适合这。哇，这样就好了，男孩女孩都可以用。对，给大家看一下花型，你看有很多花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花色 ，A B 版的。A B 版，这个是百分百棉，全棉的，这是全棉的，全新疆的一个新疆棉花，韧性很好，就小猪佩奇。对，把 A B 妹的做的很好。对，就是 A B 妹。我乐乐喜欢。对。男孩女孩都喜欢这个。最喜欢小猪佩奇。对。都有啊，有这个开发了几个花型。单被套。对。像这种也适合儿童房。适合，都非常适合。男孩女孩都。成人也能用 A B 版的。煎饼侠，等于说我成人的话，我不喜欢卡通的，我可以这一面的，这一面放在都可以、啊、放在上面。因为单被套在市面上很难买得到，因为家里的话被套换的比较勤快嘛。对对对。对，所以说我们专门做出来的，来我把它贴起来。还有磨毛的啊，磨毛的就不一一介绍了。不一一介绍了。然后像之前我们卖的什么披肩毯呀、大豆被啦。什么羊羔绒毯啦，这种大家需要的也都有啊，也都有，很多很多款式不能一一介绍的。你看这边全是的，这种被子都有啊，全是被子，对，都一米五的大的被也有，对吧？对，所以说八斤的、七斤的都有。所以说就是一号中午12点啊，大家来我直播间就对了啊，去二哥直播间，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，感谢家们的支持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